样，难度大了。这个它是形容一种状态，可以说的啊。对，这种状态呢，一般在比较极致的时候，导演说是。对。张牙舞爪，哎，漂亮！到底是导演说戏，哎，来，小宋第二轮，小宋，小宋。不，听说高晓松不也导演吗？对，差距怎么那么大呢？哎呦，哎呦，给个机会，给嘉宾们看一下。哎呦，这太难了，这我容易，容易，容易，容易。动物。